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生死相许。大家好，又嚟到我哋呢个金融解码之情为何物啦，眨下眼已经去到咧第八集啦。咁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先咧。大家好啊，我是任盈盈。大家好啊，我是黄雨嫣。大家好啊，我是老顽童啊。我咧就转咗朵啦，我是小龙女。欢迎你啊，小龙女。因为呢个灭绝尸体 by the end 个结果唔系我想要嘅，所以我转朵。呢、這个时光倒流70年，灭绝尸体就变咗小龙女啦。系啦，又要改变自己嘅命运嘅咁样。好，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咧会讲边个咧？或者講乜嘢咧？今日咧，我哋會轉下朝代。咁話說咧，之前我哋講咗咁多本書咧，基本上都係喺宋朝發生嘅事嚟嘅。少少明朝啦，唔係笑傲江湖咧，人哋就話冇特定朝代嘅，不過當中有啲細節咧，就可以估得到咧係同明朝有關係嘅。咁而呢個《倚天屠龍記》咧，就係、元朝踏入去明朝嗰個交界啦。咁但係絕大多數都係嗰、即係嗰段時間發生嘅嘢。因為元朝好短嘅，宋元明咁樣。咁我哋今次開始咧，就會講呢、清朝的五部曲，金庸先生，这个是我给的名字的，金庸老先生没这么说过。就由这个时间关系上来讲，我们可以包括了这个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书剑、恩仇录、鹿鼎记，以上排序不以连连不分先后，不分先后。不過他們的共通之處有兩個，第一主要的故事都發生在清朝啦，第二他們有一個共通的主題的，就是反清復明。但是就是在這些歷史的大潮之中呢，也都誕生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和故事的。其實雪山飛狐本身就很難看他有什麼歷史背景的，是看不出的。是去到《飛狐外傳》咧，先可以借助阿胡飛啊嘛，個導音係咪胡飛？胡飛嘅人生經歷咧，判斷到少少，哦，原來呢個故事係承接住呢個《書劍恩仇錄》而落去嘅，所以佢哋當中有啲重疊嘅人物同埋線索咯。而同埋咧，《雪山飛狐》係金庸咁多部小説當中咧，好少有嘅一部唔係以傳統寫小説嗰種敘事嘅方法啊，就一開始就啊，依家係10月啊，咁我哋喺香港啊，跟住條街度咧就行咗個黃蓉過嚟啊，即係佢就唔係用呢啲方式嘅，而係咧你想象一個舞台劇，成部書咧就全部都喺一個場景嗰度發生嘅，即係連個背景都唔使轉噶。成本書幾乎就是在一間屋度進行的，但是咧嗰、個情節之緊湊啦，喺即係彼此，即係譬如我哋四個人輪流上場講當年我哋共同經歷咗嘅一件事，即係講故事。講故事，你話你見到啲乜嘢？當時邊個同邊個發生咗咩事？跟住我話你當中有啲嘢都啱嘅。不過咧呢一段咧，我所見到嘅就唔係你講嗰樣喎。跟住我要講我見到嘅版本啦。咁啊講嚟講去之後咧，就大概嗰個真實嘅故事咧就出咗嚟嘅，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呢部書咧，據說咧當其時金庸咧係受咗呢個基督山恩仇記，恩仇記嗰本書嘅啟發，跟住咧佢作咗呢一個版本出嚟，係好即係好啱做戲劇咯。所以咧呢本書亦都係好似係最早一部咧，佢啲書被翻譯成英文啊等等啊諸如此類，因為喺同咁勁嘅咩？係啊。雪山飛狐是有英文版的，很早就有英文版的了，因為它跟西方那個戲劇那種節奏啊、佈局啊是很近似的，即是他們是很容易理解的，即是你叫一個外國人去領略那些什麼江南那些景物啊、那些朝代啊等等呢，很多其實他們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入到戲咯，或者你描述那些武功的招式啊，即很難想像，九陰白骨爪啊、九陰真點翼啊，但是雪山飛狐是可以單純憑那個劇情和人物的塑造呢，就已經是可以哇好緊張好緊張，哇好精彩好過癮，哎呀不知道，即是你每一 part 你都不知道他真實是怎樣咯。
的嗰種效果咯。咁當然咧，亦都因為佢太過緊湊啦，所以後屘咧喺翻拍成呢個電影同埋電視劇嘅時候咧，佢通常就兩本書一齊編嘅，就係《雪山飛狐》同埋《飛狐外傳》。《飛狐外傳》咧就係《雪山飛狐》嘅前傳嚟嘅，因為《雪山飛狐》咧，胡飛咧一出場咧已經係好鬼勁噶啦，已經係一個打遍天下無敵手，武林第一。跟住咧。一見鐘情同那個全書入邊最靚嗰個女主角一見鐘情已經咁咧，但係就唔知佢係點樣由一個即係你冇理由一出世就咁勁噶嘛，咁咧《飛狐外傳》咧就補咗佢前邊呢一點解佢咁勁？佢由出世嗰一刻，佢究竟經歷咗啲乜嘢，成為咗一代嘅大俠？同埋佢係經佢亦都有經歷咗喺《書劍恩仇錄》入面出現咗嘅幾個人物嘅指點嘅，有好多啲關係嘅糾纏嘅喺嗰度。我想突然間打岔，係咁咧。其實而家咁樣聽落去咧，成金庸嘅所有即係呢一堆嘅書咧，似乎係一個歷史朝代咁樣一路流落嚟噶嘛，即係一個朝代接一個朝代，接一個朝代，接一個朝代。咁可唔可以？話俾我哋知最早嗰一個朝代係由幾時開始就發生佢嘅故事？玉女劍，玉女劍啊！玉女劍，係玉女劍係春秋，春秋嘅時候，西施大家知啊！哇，西施嗰陣係啊，就係西施嘅朝代咯。春秋戰國係講緊公元前五篤篤啊，六篤篤啊嗰啲年咯，係啦，公元前。哇，好犀利啊！咁但是呢那本書第一就它篇幅很短，超短篇來的那篇東西，所以呢謝青年最早最早第一集的時候呢，我們還沒講到說有些文學愛好者將金庸總共有15部，無論長中短篇總共15部，跟著那些人呢將它14部的其中一隻字頭一隻字就連成了一個隊伍，一個隊七字七字的嘛，七字七字最沒有入到個隊的就是玉女劍，就是最短的那個，也是最早的那個，也都是個武功最神奇的那個，是可以呢一個女仔，一個十六七歲十七八歲那個年紀的女仔，可以一個人橫掃千軍的，她是可以哇！外星人張都唔得啦，外星人嚟嘅，音都發唔準，有少少似，一定係外星人。有少少而家做驚奇隊長啊！咩嚟㗎？最新嗰套嗰個女嗰個打暈成個宇宙咧。哦 ，OK， 係啦，一個咯。同埋佢當中有一個重複嘅劇情咧，喺幾本書嗰度都有出現嘅，就係、是、當你覺得乜嘢叫做世間最靚嘅女子啊？係嗰種咧。你一見到佢兩軍交戰嘅時候，係突然之間大家都停咗，擺低咗個武器，係完全個心入邊完全唔想打仗，所有嘅人都好即係覺得好平靜，好 peace of mind 個即係形容一個人靚，即係我覺得最極致咧就係咁啦。咁嗰個 system 阿 Maria 嚟喎。玉女劍入面有一個是西施，咁咧就係講玉女，即係即係呢個好勁呢個女仔咧，叫阿青啦。阿青咧就佢幫助當其時吳國同埋虞國，即係依家嘅中國內地嘅江蘇同埋浙江呢兩個省啦嚇，佢哋兩個打交。咁咧佢當時幫助虞國咧去操練啲啲兵係啦，十幾歲啫喎。係啊，但係因為佢嘅劍法，佢個實在係太神奇啦，所以咧就佢一個人操練成班兵，但其實佢唔識教，佢亦都冇教，佢只不過係演示下佢自己點樣去做嘅啫。跟住嗰啲兵咧係純粹靠住嗰少少嘅片段同埋記憶咧，練五年就已經可以變成最打得嗰支軍隊咯。所以呢個女仔係咪好勁啊？咁但係咧，佢中意咗西施嘅意中人啦。那個字怎麼讀啊？范蠡是中國商人的鼻祖來的，即是最早懂得好懂得做生意，很難寫的禮字啊，是啊，後世尊稱他叫做陶朱公咯，
佢就係最識得營商，跟住所以佢都係個好好嘅結局㗎。即係最後咧，即係百業已成啦，佢就完全唔貪戀嗰個官位，佢就帶住西施去隱居，跟住做生意賺大錢，跟住好好開心嗰陣。悠悠悠悠悠悠悠。其實佢哋個結局係幾好㗎。咁咧呢個阿青咧就中意咗呢個阿范咩啊？范禮。范禮係啦，中意咗范禮。咁咧，所以佢協助佢去打吳國。但是他也都知道范禮是有個心上人西施是在吳國的，是等着雨過去救他嘛，所以呢他破城那一天他就拿着把劍就直入去個皇宮那裡就準備殺了西施，即因為我喜歡他，但是他喜歡你，所以我就殺了你咯，是啦，OK，以前的人怎麼想你直接了當啊接啊，系啊，咁样杀咗佢最中意嗰个人，我都唔会中意你噶。唔知噶，真系谂嘢睇。系啦，咁但系咧，当佢其实已经咧系耍住把剑咧，已经系一剑怼落去啊西施嘅心口噶啦，已经。但系咧个差唔多到心口嘅时候咧，佢停住咗，停住咗之后咧望住，因为嗰个时候西施一抬头，即系啊咁样一抬头，咁样好震惊咁望住佢，跟住佢见到佢个样，跟住咧嗰把剑就定咗喺度。嗱，女仔望女仔吓，嗰把剑定住喺度，跟住最后咧就收翻翻嚟。佢话世间竟有如此美丽嘅女子，我唔杀你啦，摆低咗个剑走啦。佢话我输得心甘命抵啊，情敌嚟嘅，情敌嚟嘅。咁佢輸得心甘命抵，係望住佢就覺得冇嘢，冇嘢啦咁咯。咁但係西施都俾佢嗰個劍氣所傷咯，即係冇插落去嘅，只係嗰道氣都已經噴咁樣，都已經咁嗰時噴一噴，嗰一剎那我諗仲靚喎。是啊是啊是啊，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朝代最早咯。咁最遲咧，最遲就應該係書劍恩仇錄嘅，因為嗰個已經係乾隆噶啦。乾隆的後期，清朝的後期，清朝的後期，後期就後半那段了。所以呢，但是《書劍恩仇錄》是金庸最早寫的那本書，他最遲寫的是《鹿鼎記》。如果金庸再寫就變成現代那些。其實呢，他寫到《鹿鼎記》呢，我覺得都不容易再寫下去了，因為呢，其實如果你將剛才我們這個分法呢，是說將他根據朝代是嗎，這樣去串連，而你呢也都可以另外一個分法呢，就是根據金庸的寫作的年代，即是他什麼時候寫哪一部書去看。如果你用那個角度去看的時候呢，你就會發現呢寫到《鹿鼎記》呢不知道怎樣再寫下去了，因為他當中其實有一個他對他的世界觀、歷史觀、是非對錯，什麼叫做武俠精神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書當中其實有些演變的，演變到最後呢，韋小寶是很登峰造極的了，已經他是所有唯一一本書裡面呢是沒有任何的武功，他是唯一一個他一樣跟其他書裡面的主角一樣是有很多奇遇的，就是說無緣無故突然之間就被人老了去，跟住又可以拜到個名師啊，跟住無緣無故又有人要教他功夫啊，無緣無故給個武林秘笈給他，但是呢他是唯即是他而都是唯一一個呢，就是一看書就眼瞓。好熟啊，大家都好熟啊，一練功呢又眼瞓咁啦。他一開始仲會想著，哎呀，但如果呢師傅考我功夫的時候呢，我如果答不到他好像不是很得喎，跟住呢就強行咁爬起身再睇睇書，但真係一睇就眼瞓，跟住就諗，其實師傅都講過呢，這個功夫係好難嘅，所以呢其實我練唔到呢，唔係我唔勤力啊，而係佢本身就難啊嘛。當他想通了這個道理的時候就睡啦，想通了這個道理，好識自我安慰。是啊是啊是啊，不是這個真理來的。是，不要讓小朋友聽到這句。啊，好，這個節目是家長指引啊，麻煩。所以呢，去到他那裡，他已經是，即是你說什麼是民族啊，即是你，什麼是 正邪不兩立啊，其實韋小寶你看看，他是天地會的堂鄉主，他也都是這個康熙身邊的超紅的紅人，其實是很對立的兩派來的，但這兩派呢都跟他都對他非常之信任，非常之 friend， 大家彼此都知道他有另外一個身份，但都沒有東西，
它已經是融合了的。我聽過有一個版本呢，就說韋小寶問他媽韋春花，就說我爸爸是什麼人，因為他媽是一個應該叫做妓女，是啦是啦，清流女子啊。咁就所以佢生落嚟嘅時候就唔知阿爸係邊個噶。不過喺佢嗰十零歲之間咧，佢問阿爸啊，其實阿媽阿媽啊，其實阿爸係咩人咧？咩民族嘅人咧？佢知唔知啫？唔知道。阿韋春花，韋春花個答法咧就係、是、我唔知㗎。呢、這個有可能係漢人。佢當其時咧清朝個五大民族咧，漢、蒙、回、滿、漢，即是漢族、漢族人、蒙古人、啊這個回族，即是新疆啊，即是等等啊，那些伊斯蘭啊，跟住呢個滿族啦、啊，當然。咁咧，阿媽媽咧就話。我即係個個咩族嘅客都有，我點知係邊個係你阿爸咧都好攬下啊！但係咧，佢職業係咁，打開門做生意啊嘛。係咯。咁咧就有啲人咧就係咁樣評論嘅。佢話金庸先生點解咁寫咧？佢話其實當其時咧都有好多西人喺即係外國人啊，喺喺中國噶嘛，係啦。但係咧，阿韋春花係冇提過任何嘅西方人種的，所以呢那個解讀啦，即是你當過度解讀就得啦，係總之一派的說法呢就是韋小寶是一個集各大民族之大成DNA 是很優越，即是說在他身上呢已經完全沒有了那個什麼你是滿人啊，我是漢人啊，滿漢就要打一餐啊，反清復明啊，即他已經是完全模糊了這個概念的了。但是你想回他之前那些書呢，喬峰為什麼一世這麼悲慘呢、啊、就是他究竟是漢人還是契丹人嘛、他一生就是掙扎在我是誰這件事上嘛，還有究竟是漢人是好人、啊、還是契丹人是好人、啊、即是這些爭議那裡。咁至於喺再早啲射雕嘅時候咧，直情係唔使諗嘅，一定係漢人係好人嘅，連嗰個疑問都冇嘅。喬峰喺同阿朱去翻雁門關，即係當年佢阿爸俾人即係佢全家俾人滅口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喺嗰度都目睹咗，咦，原嚟當時有一班宋兵就壓住啲契丹嘅老弱婦孺，咁樣都係鞭打佢哋啊，鬧佢哋啊，殺佢哋啊，咁樣。跟住佢當時就覺得，其實漢人之中都有壞人喎、其實契丹人當中都有平民百姓，唔係咁，即係佢話有呢啲思考啦。但係嗰一刻其實佢未有答案嘅。但係你再早啲咧，射雕嘅時候咧，係完全唔使諗啊，一定漢人係好人。所以咧喺成吉思汗。是不是成吉思汗臨死之前郭靖在他的帳幕那裡是可以質問他、即是你打天下為了什麼呢？你死之後你其實你需要多大的地方、你的墳墓需要多大的地方、你就是為了這麼大的地方你這樣去周圍去戰爭你啱咩？諸如此類嗰啲咧，即係質問佢，跟住係書入邊講咧，即係成吉思汗係俾佢問到咧，冇嘢答，娃娃而終咁樣。即係雖然都就嚟差唔多啦，不過最後嗰刻嗰個心情咧，係覺得突然之間好質疑自己點解要一生打仗咯，建立個元朝係為乜嘢咯？殺咗咁多漢人係為乜嘢咯？同埋佢即係一定要攻打宋朝，即係佢哋之所以不斷咩襄阳啊打嚟打去咧，都係你不斷打佢為乜嘢咧？即係好質疑自己人生㗎。即係所以嗰個時候咧，你見到呢個變化咧，就係、是、金庸佢本人都呢、這個歷史觀咧，其實都轉緊嘅，即係由嗰種漢人正統，其實一路都就開始質疑，跟住再去到後邊就其實應該係世界一家親咁樣咯，就應該係民族融合。和平相處，跟住呢個大家都發揮所長，世界大同啊嚇！世界大同，所以咧你話佢都去到呢個程度啦，你叫佢下一部書寫嗎？即係再所以咪寫科幻咯，再製造啲咩衝突出嚟啊？因為呢種民族大義咧係好容易，即係令到大家熱血沸騰啊！你容易代入啊，為國為民啊，合之大者啊，即係呢啲咁嘅字眼先會出到嚟嘛。所以去到韋小寶咧，係已經係一種反武俠的狀況㗎啦，咁
咦，我哋係講情啊嘛，講咁多歷史做乜嘢咧？係有關係嘅。講下啲情事先。我哋開始係講呢個《雪山飛狐》嘅。嗯。胡飛。胡飛係啦。胡飛咧就喺《雪山飛狐》嗰本書入邊咧，就是一個一見鐘情嘅女仔嘅。嗰、那個女仔咧，又係咧，又係好靚啦，靚到大家都唔忍心去傷害佢啦。所以咧，即係佢有個咁嘅傳統嘅。《書劍恩仇錄》入邊香香公主都係嘅，係屬於咧靚到靚到捨得唔捨得傷害佢，係大聲啲同佢講嘢都唔捨得嗰啲啊，都唔得啊，係啊。進化到咧，陳家洛後尾望住最後一集，望住香香公主嘅赤裸裸的時候都不會有任何的邪念的，是覺得望著一個有如嬰兒一般純潔的靈魂，哇，即全身赤裸，因為他知道他回去就要答應陳家洛就獻身給乾隆嘛，所以這個是最後一次跟他自己心裡面喜歡的人相處，所以他就堅持要在那壇水裡面洗澡，給你看，我要給你看，但是他看完之後竟然的反應就是覺得好像不能看著一個嬰兒一般純潔的靈魂，即那個即他已經上升到了那個先那個層次了，這個胡飛那個一見鐘情那個就叫苗若蘭，蘭花的蘭，苗若蘭好像蘭花一樣，他出場的時候個排場很厲害的，就是好像你想像呢，你現在要出 trip，跟住呢就你搭你的私人飛機，跟住當你落機的時候呢，你的人未出嚟的，是你的跟班呢是將你的行李先運出嚟的，跟住呢其他人呢就會見到呢，他就運了好多的超靚的衫啦，跟住呢有好完整的一成箱的嗰啲裝飾物啦，係啦，仲要運啲好鸚鵡啊，鸚鵡，即係佢平時玩開嗰啲寵物啦，係啦，佢啲寵物啦，所有呢啲嘢都搬曬出嚟，跟住你就會覺得，你諗住喺度過世啊？唔係喎，原來佢係求其，係啊係啊，佢係求其一次出門咧都係咁大陣仗嘅喎。他用的東西全部都是很漂亮的，而且全部都是自己的，他不會喝你杯水的，他是自己所有的價差很漂亮，這個就是苗若蘭，苗若蘭跟著他最後才真人出場的，真人出場的時候你就覺得，是啊是啊，他這樣是真的要這樣用東西好笑的，只是他出場那一番是出了很久的，我想他化妝都要幾個小時人家漂亮啊，不用化而且他是在個山上面這麼多個人呢，唯一一個完全不懂功夫的，都很少有女主角，黃雨嫣是一個啦，是完全不懂功夫咯，竟然可以在這個武林之中生存，因為大家都不忍心傷害他，還有會有很多人捨命來救他樣，而他胡飛呢，胡飛來的時候呢，其實本身那個山道是很多人的，但是呢那些人是不知道胡飛上來的用意是什麼，就以為他是尋仇的，所以呢大家就不敢面對他，所以呢就想躲起即令到他以為這裡沒有人，即空城計，即以為這裡沒有人這樣，咁唯有呢苗若蘭呢就是，你哋咁細膽我嚟啦咁樣我去同佢會一會咁樣囉，咁佢就帶住個丫鬟咁就招呼佢啦，沖杯茶俾你飲啊等等等等，咁胡飛一見到佢呢一開始都忘記咗自己上嚟做乜嘢㗎啦，係啦，就同都係嗰種啦都係嗰種啦，自己今晚有冇時間食飯嗰啲啦，咩呀佢連自己食乜都唔記得咗啦，係呀好想約佢啦已經，係呀係呀，咁所以呢所以佢哋傾得好順利囉跟住後面嗰啲武林高手呢就覺得哇這個女仔好厲害啊好有膽色啊咁樣囉，原來生得靚才是最絕世的武功啊，你唔覺得金庸入面小說全部都係呢啲嘅咩，即係靚其實個顏值係非常重要囉，你喺飛狐外傳即係胡飛年青嘅時候呢有兩個女仔鍾意過佢嘅，一個叫袁子衣，紫色的衫的意思是袁子衣，一個叫做這個情靈素，毒藥情什麼話情靈素，靈就是靈魂的靈，素就是色素，情靈素，
咁呢兩個女仔咧，兩個都中意佢，兩個都幫佢，幫到最後嘅，為佢而死都得嘅，兩個都係咁嘅。兩協插刀。但係咧，好明係啦，冇錯。但係好明顯咧，胡飛嘅偏心得好緊要噶，佢係偏心靚嗰個咯，即係咧誒，即係袁子怡咯，係袁子怡係好多。就算佢你覺得件事好唔合理啊，整蠱佢啊，做一啲咧，你搞乜嘢啊？你冇嘢係嘛？嗰種嘅事嘅時候咧，佢都會好快喺心入邊幫佢揾個藉口，跟住原諒佢。跟住下次見到佢嘅時候咧，依然都覺得個心噗噗噗噗咁。另外嗰個女仔咧，就明知係一心一意對佢噶啦，但係真係由頭至尾都係主動同佢講，不如我哋結拜做兄妹啊咁樣咯。Oh no！雖然靚係靚係好重要嘅，有著數，唔係絕對性嘅優勢。係，所以點解啲化妝品係嚇呢個嚇？最頭的工業的其中之一，然後跟住而家嗰啲打 Botox 啊、瘦身啊、抽脂嗰啲，一直以嚟都係咁賺錢咧，靚、真係好重要嘅。不過 anyway， 好啦，咁我哋咧第一集咧，第一段嘅時間咧已經過曬啦，又過鐘啦咁樣。咁我哋咧休息一陣間，翻嚟繼續傾啦。咁如果聽緊 YouTube 嘅觀眾咧，咁啊，如果你想聽埋我哋 Part 2 Part 3嘅話咧，就快啲加我哋相聚成為會員啦。OK， 暫時講拜拜先，拜拜。好啦，我哋去到 part two 啦，繼續講啦。嚇，靚係咪真係大曬嘅咧？都係噶。喺佢嘅書入邊咧，就算係同樣都係嗱，頭先我哋我哋喺上一個片段入邊舉個例子咧，係比較極端嘅，因為情靈素咧係真係唔靚噶。咁你可以覺得咁情有可原。就算兩個靚嘅企埋一齊，都係更加靚嗰個咧會。著數啲噶，譬如呢、這個徐宇黃山呢、這個徐宇黃山霍青桐，即係書店恩仇路，好耐冇聽過霍青桐。霍青桐好靚噶啦，已經係講緊同埋陳家洛見到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其實都中意佢噶嘛。係啊，係以為第二個人，即係以為佢中意第二個阿陳家洛先屈住，即係好鬱悶咁樣去，佢成日都好感傷咁樣噶嘛。但係殊不知見到佢阿妹，即係香香公主之後，即係呢個更靚啊嘛，係咪？咁佢喺佢一開始咧就安慰自己乜嘢咧？就係、佢識得阿香公主嘅時候咧，佢以為霍青桐係心有所屬，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咧佢係 MBA 咯，即係 BA 啦，即係 but available 咯，即係佢個人係 available， 佢個心係 available 嘅，所以咧佢傾心咗喺香公主嗰度咧係好合理嘅，即係佢為自己去揾咗藉口啊，係啦，到咗佢後屘發現咧，原來佢誤會咗呢個霍青桐，其實霍青桐由始至終都係中意佢嘅。的時候咧，佢其實有一 part 咧係好混亂嘅，佢係唔知道應該點樣去擺呢兩個女仔嘅關係嘅。跟住我諗下，係咪兩個可以一齊咧？即係，但以前古時係可以噶嘛？係，但係以佢哋嗰個身份地位咧，又唔得嘅，又未必得咯咁樣。其實呢個一夫多妻係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嘅，一妻多夫都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女權分子呢個係。咁呢、這個佢去到後邊咧，嗱呢啲咁嘅思緒咧，纏繞咗佢好耐㗎。即係佢內心係其實係中意香港住多啲嘅。即係你話為乜嘢啊？如果論呢個機智啦、謀略啦，即係呢個大兵打仗啊，或者係即係帶領一方啊，其實一定是霍青桐，即係佢當時嘅主業啊，陳家洛嘅主業係乜嘢咧？反清復明啊嘛！如果佢有霍青桐呢個人做佢嘅左右手咧，賢內助咧，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著數啲咯。對於成件事，但係好明顯佢嗰個心入邊咧就覺得理智上應該係咁咯，但係情感上佢就會偏向咗香香公主多啲咯。咪所以話呢、這個嚇、問世間情為何物咯，邊有得解嘅啫？係有啲人就話咧係霍青桐太勁啦，襯到咧陳家洛咧都唔夠佢勁。嗯，即係陳家洛除咗功夫勁過霍青桐之外，嗰啲運籌帷幄咧係唔及霍青桐嘅，即係打仗啊等等呢一度，咁就覺得你咁勁咧，就陳家洛個內心咧會
咩叫做自卑少少咯，對住佢、哦，但係佢對住自古都係咁噶噃，係啦係啦，無論係小説，無論係金庸老先生自己，都係咁樣樣。係啊，但係佢對住香香公主啦，香香公主係一個全然啲依賴，完全不知世事，完全好天真、好純真，即係我係男人都揀佢啦，仲要靚啲喎，係啊靚啲啊，仲要係佢對於陳家洛嗰個心情咧就係、是。總之你話得呢件事一定得，即係就算我唔知個道理上面點解得嚇，但係總之你話呢件事係可以做到咧，係一定可以咯。陳家洛去皇宮入邊帶阿香香公主出嚟，香香公主係唔會諗皇宮咁樣咁深深重圍咁多兵喺出邊，跟住仲有個皇上企喺隔離，你點帶我走？佢唔會諗呢啲㗎，佢只係覺得我個情郎咧，佢話帶我出去咧，佢就可以㗎。是完全不想这些的，所以做女人要蠢一点所以呢他出了去之后呢，他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咯，因为这个他说得嘛，总之所有他说得的东西都是得的，即那种这样的全然的信赖依赖交托，即是啦，没办法，即是不到啊，陈家洛不什么东西咯，所以没嘢讲是男人呢就会被一个蠢女人其实是扮蠢的女人呢就其實佢我唔知佢係即係純真得滯啊，可能定係點啊咁咯。所以咧，香香公主去最後為咗陳家洛而死啦。死咗之後，去到胡飛嘅《飛狐外傳》嘅時候咧，胡飛喺嗰本書嘅後半段咧，係就見到陳家洛翻嚟中原去拜祭香香公主嘅，即係過咗咁多年都係好傷心。嗯，好即係，所以咧，就算你同一個。就算你已經是很靚都好了，如果你遇到一個再靚的加上這麼純真的都是不知道，都是要死在他手上都是啊，都唉，所以就算你大家看開這麼多歷史都好了，是吧，最厲害的男人都要輸在自己的妃子啊皇后啊，是吧，《碧血劍》入面就將你闖王李自成的失敗就歸在一個人身上，就是陳圓圓咯。嗯，陳圓圓又是那挺來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書裡面有幾個就是重複的角色，就是屬於呢一行了進去的大殿那裡就已經李自成坐在那個他剛攻佔了皇宮啦，皇帝已經明朝皇帝已經是自盡了啦。嗯，他坐在那個位置，跟住他成班兄弟站在下面的時候咧，闖王啱啱入北京城的時候咧，係有立了軍規，就是話咧，所有人你不可以搶百姓的嘢啦，你不可以殺人啦，你不可以去即係掳掠啲婦女去點點啦。嗯，就嗰個時候咧，仲係好好像 很高尚的個成個人物的形象，至到幾時開始轉變呢，就是他見到陳圓圓了，即是那些人部下說啊捉到陳圓圓了，跟著帶他入宮，陳圓圓一路行緊入嚟這個宮殿的時候，那成班兄弟嘛，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啲莽夫，啲麻甩佬，就是這個字啦，都是咁噶嘛，但系突然之間咧，大家都唔出聲，出口都唔講啦，都唔識講啦。係所有嘅人咧，係就咁望住陳圓圓，係有好多人咧已經係控制唔到咧，係即係會流口水啊，會變咗傻樣咯，總之係啊係啊，會呢、這個猥瑣樣出曬嚟，係啊係啊出曬嚟噶。去到最後闖王就望住啲成班人瞄住佢做乜嘢？呢、這個我嘅咁樣，跟住就帶佢入去後宮咁樣，搞掂佢。咁所以咧，因為闖王做咗呢一件事，跟住佢下邊啲將領咧就覺得你都可以咁咯，點解我哋唔可以去？即係雖然揾唔到呢啲咁嘅國色天香嘅，咁我哋可以揾件都望落去 OK 噶嘛？跟住就開始全城咁樣去。殺人啊，奸人冇啦，係啦，就開始做呢啲咯。跟住嗰刻咧，就民心就即刻動搖咯。本身咧係成個世咧，係全天下咧都好盼望咧這個闖王去呢個打救大家啊嘛。即係冇啦，即係去到嗰一刻咧，就所以後邊未。而都俾咗即係呢啲歷史小説，即係又俾咗阿吳生桂一個好好嘅藉口，就係、我要攞翻啊陳圓圓咁樣，係啦，咁所以就未可以
即係引啊清兵入關咯，改寫咗個歷史啦。即係佢將呢個成件事咧就歸落去一個女人身上啦。咁樣當然係唔應該噶啦嚇。即係男人衰就係自己衰咯，做咩賴人哋啫咁樣？但係咧，佢書入邊係有若干個咁嘅角色嘅，就係、是、你靚到一個極致嘅時候咧，係已經係最勁嘅武器嚟噶啦。講翻阿妙，我哋冇呢個煩惱，暫時都冇，今生都可能冇。咁講翻呢個妙一男，就係、是、咧，阿胡飛同佢一見鐘情啊嘛，咁就係因為人哋咁嘅外表係咪？咁佢點解完全唔識武功呢？就係、是、因為佢哋胡苗兩家咧係百年嘅世仇嘅。哦，超過100年嘅世仇。咁佢哋嘅仇喺邊度起呢？就係頭先講緊呢個闖王啦。其實咧，你覺得闖王咁樣失咗天下咧，其實都係自己攞嚟噶啦。不過咧，佢後尾兵敗嘅時候咧，即係俾清兵打嘅時候，打下打下，佢要逃走嘅時候咧，逃到最後咧，佢身邊有四大家將嘅叫做，即係四個鐵身嘅護衛，全部都係武藝非常之高超嘅。就一個姓胡，一個姓苗，一個姓范，胡苗范田係啦，一個姓田，胡苗范田。咁咧四個，咁咧去到最後嗰一刻嘅時候咧。大家已經退到一個絕路，跟住又 有人受傷，跟住闖王又受傷，咁呢個時候咧就諗應該點樣算咧？咁咧就有其中姓胡嗰個咧就話：你哋三個同另外嗰三個，你哋三個出去搬救兵，即係我哋依家喺邊個位置？其實附近咧有邊啲係我哋嘅人，你去搬救兵。咁咧我喺呢度守住啊闖王。咁咧其實佢啲兄弟咧就覺得佢揀呢個咁嘅角色咧，佢預咗自己會死噶啦。即係如果啲人殺到埋嚟，呢個救兵未到，你一定會戰死到最後啦。咁就大家即係都覺得，因為佢哋四個係關係非常非常之好噶。不過最後咧都係呢個姓胡呢個咧就因為佢功夫係最高嘅，所以如果係得一個人留低保護啊闖王嘅話咧，應該都係佢噶啦。咁所以嗰三個咪出去咯。咁果然佢哋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清兵嚟過噶啦，當地即係嗰個地方已經一個人都冇啦。之後咧，佢哋就收到消息。話闖王已經被人殺了，殺了之後仲有示眾等等等等，咁佢哋就認為咧啊，咁闖王真係死咗咯，即係當其時應該大家都死咗咯。點知咧後屘發現咧呢、這個姓胡嘅唔單止冇死咧，仲做咗官添。咁咧佢哋就覺得肯定係你出賣啦，係咪？即係所以先點點點，所以咧大家就。好簡單嘅啫，嗰啲江湖恩怨就係出嚟打交係啦，你做錯咗嘢，出嚟打交，你一個打我哋三個，咁咧總之我哋要殺咗你，一係就你殺咗我哋咁樣，咁佢哋就去比武啦，跟住咧喺呢個這個整個過程之中咧，後屘佢哋知道咗個真打嘅嗰場交係，但後屘佢哋知道咗個真相係咩咧？就係、是、這個胡生係啦，胡生咧就佢當時咧就殺咗另外，即係揾咗個老人家，即係散兵游勇殺咗佢，跟住俾闖王件衫佢著，跟住咧畫花曬佢個面，跟住咧就交呢個人出去，就話我殺咗佢。而同一時間咧，就收埋咗阿闖王喺個山窿入邊。其實闖王邊個闖？李闖蕩江湖。哦。李闖王，係啦。即係李自成。講到去邊咧？哦，係啦。咁就佢匿埋喺個山窿度調包咯，其實就係。咁啊，闖王咧後屘咧就走咗去個廟度出家做和尚，即係人哋唔知道佢。存在於世間，但個意思咧就係話佢個人真人仲喺度啊嘛，即係話將來如果你仲要反清復明嘅話，我個人仲喺度，係咪？第二咧，我所有嘅金銀珠寶，佢一個藏寶應該叫咩咧？寶藏啦，佢個寶藏，嗰啲寶藏咧就係可以足夠嘅財力咧去反清復明嘅，咁你可以想象嗰度有幾多少錢先得啦，係咯。咁你即係你有呢幾樣嘢，咁就慢慢嚟咯，成件事慢慢嚟咯。但係嗰三個已經殺咗阿胡生啦，當其時，即係佢哋知道呢、這個
阿胡生唔肯，胡生知道呢件事，佢梗系唔会同对方三个去杀佢哋啦。佢、但系佢而其实咧，成成嗰两本书咧，我成日觉得，你哋有说话唔可以好好讲咩？即系《雪山飞狐》同埋《飞狐外传》咧，两本书都系噶，每一个情节咧，每一个人物嘅命运咧，你都觉得。你哋有乜嘢唔可以講出嚟呢 ？Shall we talk？ 即係講完就冇古仔講啦嘛。係啊，你啱。即係咧，阿胡生你都約咗三個人出嚟啦。當時喺個船度得你哋四個人，你點解唔可以將呢件事講咗出嚟啦？係咪先？係都要講嗰啲咧。相信你已經知道乜乜乜啦。即係嗰種咧，好模棱兩可。即係跟住對方就估。你到底講咩？你佢就用佢個理解去估，等等咧諸如此類嘅嘢咯。咁跟住咧，嗰三個人咧，後屘知道咗個真相之後，又係喂你好好地同你啲嗰啲咩唔係姨媽姑姐，即係你啲仔啊，你啲徒弟啊，講清楚發生咩事。哪怕你覺得你錯怪咗人、冤枉咗人，即係唔死都不足以謝罪，都唔緊要，你講明白先。佢哋唔係嘅，佢哋係當時所有人坐埋即係一大間房度，跟住咧佢哋跟咗一個人入去，就了解呢個故仔。了解完出嚟之後，淨係講出一句：我哋對唔住胡大哥。跟住就自殺，三個都係。咁咧，佢嗰班呢個仔女徒弟，梗係覺得哇！你哋累到我哋我阿爸我師傅死，咁啊呢四家人咪鬧曬教，所以咪點解八年嘅仇恨咧細仇咧就係跟住呢三家人咧就覺得，總之係你胡家嘅人令到我哋即係阿師傅又好阿爸又好走咗，所以我哋咧就要揾你嘅後人殺你。OK， 咁咧你個後人俾我哋殺咗之後咧。佢係會有仔噶嘛？阿仔咧就揾翻呢邊，阿仔就去殺孫咗去殺曾孫，即係如是者咧，係啦，即係冤冤相報。係啦，就係咁咯。所以咧，呢個細仇咧一路去到胡飛嘅爸胡一刀，同埋苗若蘭嘅爸苗人鳳，鳳係嘛？苗人鳳，苗人鳳。到佢哋兩個嘅時候咧，苗人鳳殺死咗胡一刀嘅。跟住咧，苗人鳳後屘知道自己殺錯人，又係嗰句，有啲乜嘢唔可以直接講咧，係啦。總之殺錯人啦，殺錯咗之後咧，佢最終諗咗個咩方法去了結呢個世仇咧？就係、是、第一，我唔收徒弟；第二，我得一個女，呢、這個女唔教功夫，唔學功、完全唔學功夫。你殺咗佢啊，佢都冇能力再去報仇噶啦。咁就呢、這個八年嘅仇喺我呢度結啦，咁咯。即係佢哋係一個喺一個咁嘅關係嘅。咪攞嚟講教呢個溝通好啊！係啊，成本書咧，你就係覺得教種子都得嘅喎。溝通唔到，佢哋就冤冤相報何時了？點解唔可以將件事好好地咁樣講出嚟咧？跟住好啦，到咗呢、這個所以咧，其實胡飛後屘知道苗若蘭係邊個嘅時候咧，就知道呢個係自己殺父仇人之女。佢唔知道苗人鳳呢個咁嘅心理活動，而都唔知道苗人鳳知道殺錯人，同埋好後悔等等。佢唔知道，佢淨係知道呢個係殺父仇人之女。咁咧，但係我又中意佢，點算咧？怎麼辦？怎麼辦咧？怎麼辦咧？係啦，跟住咧，呢個苗人鳳後屘見到呢個胡飛嘅時候咧，佢只係以為。唉，嗰度又係唔好好講嘢，即係佢見到胡飛同埋佢個女咧共處一室，跟住就覺得阿女必定有損失，跟住咧就覺得呢個小賊做咩要非禮我個女，跟住咧就一嚟就打交，你明唔明啊？唉，壞佢名聲，係啦係啦，壞佢名聲。跟嗰度又係覺得你點解唔可以好好講嘢咧？大家問清楚先啦，問清楚啊嘛。跟住咧兩個人打到咁上下咧。苗人鳳開始懷疑呢個人可能是胡一刀的後人，不是阿仔就是徒弟。但是他問呢，他其實如果他知道的話，他已經不會殺胡飛的了。胡飛那他就已經直接問說，你跟胡一刀大俠怎樣稱呼？你有沒有見過他？胡飛怎麼答呢？你話你係佢個仔咪得咯，佢唔係喎。佢問你有冇見過佢啊嘛？胡飛係生出嚟滿月定係幾個月？
就爸媽就死咗噶啦嘛，冇見過啦，真係。佢話我都希望我有幸可以見到佢啦，即係佢話胡大俠咁勁嘅人，我都希望我有機會見到佢啦。跟住苗人鳳咪覺得哦，咁即係話你又唔係佢徒弟，又唔係佢阿仔啦，係咪？咁咪繼續殺咯，即係好好好。咁你點解唔可以好好講嘢咧？就係咁。係咪問得直接啲得唔得咧？係啊，嗱呢個我覺得苗人鳳已經問得好直接噶啦。你有冇見過？咁佢冇見過嘛？有啲人真係冇見過阿爸阿媽噶嘛？佢真係冇見過，佢幾個月大佢就 L 咗落去，係咪阿爸阿媽？係啊係。係咯，真係冇見過嘛。同埋咧，苗人鳳同殺咗阿胡一刀嘅時候，其實都係誤殺嚟嘅，因為佢哋嗰把刀咧俾人喂咗毒藥啊，所以其實佢係誤殺。但係咧，阿胡一刀嘅報人。就認定你肯定是有心殺他，仲有用啲咁嘅哪吒招，係啦咁嘅招數殺他，所以咧本身咧胡一刀就知道苗人鳳一定唔係呢啲人，雖然佢殺咗自己，但係佢都知道佢唔係呢啲人，所以佢係佢太太即係阿胡飛嘅阿媽都知道你肯定唔係呢啲人，所以咧阿媽咧係夠膽咧將自己嘅仔咧托付俾阿苗人鳳。即係我哋喺若干集之前咧就講過話，幾時嗰個太太咧係願意隨住阿老公而去，擺啲個大仔俾人湊咧，就係佢好放心嗰個人會照顧得佢好咯。即係譬如阿殷素素擺低咗張無忌俾阿張三豐，佢就覺得你肯定可以搞掂佢啦。咁啊，我自愛已經死咗啦，係咪？我偷個懶啊！我梗係陪咗佢啦，我偷個懶啦咁樣。啊，胡一刀嘅夫人都係㗎，即係苗大俠，仔交俾你啦。即係佢哋係細手喎，但係佢哋喺嗰幾日幾夜嘅打交過程之中咧，已經完全明白咗對方係一個乜嘢嘅心胸，乜嘢嘅即係好正氣，好即係其實彼此都唔想傷害對方噶啦，已經好相信就算你有事，你嘅家人一定係我照顧；我有事，我家人一定係你照顧。係幾日幾夜之間可以建立到一個去到一個咁嘅高度，所以阿夫人就覺得。阿仔交俾你啦，我透個懶啦，拜拜咁樣。嗱嗰啲冇呢啲關係嘅，穆念慈啦，阿郭靖阿媽啦，呢啲就係冇人可以托付啊嘛，你到幾辛苦都要捱大肚啊嘛，係啦。咁咧，胡夫人同埋胡一刀都可以做到咁嘅時候咧，但係佢哋冇同其他人講過，其他人唔知道佢哋兩個嘅交情已經去到咁嘅生死之交、肝膽相照，唔知啊嘛。咁平亞四咧係佢哋胡家嘅一個好忠心嘅仆人嚟嘅，佢淨係認住咧你殺死咗我老爺唔係老爺奶奶叫做咩夫人老爺咁樣所以咧。依家呢個少爺點可以交喺你手呢？佢係不顧一切喺混戰之中搶咗嗰個嬰兒帶走咗，跟住養即係養佢長大嘅。所以咧苗人鳳係知道胡一刀有個仔，但係其實當其時喺混亂之中咧，佢又揾唔到呢個嬰兒。跟住過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就覺得肯定冇咗啦，冇咗啦，即係當其時咁混亂。等等等等，所以咧苗若蘭咧就曾經講過咧，講過好多次同阿胡飛話，佢一開始唔知道呢個人就係胡飛嘅時候咧，佢就講話啊，成日好記掛住，佢話爸爸成日都好記掛住嗰個男仔，成日都好想知道佢係咪仲在人世啊，佢而家生到點啊，佢嘅生活幸唔幸福啊，等等等等嘅，即係佢為咗呢樣嘢記一世，咁。所以咧，如果胡飛一開始咧冇呢個誤會嘅話咧，咁佢就會喺苗人鳳嘅照顧之下長大，咁而都唔會有後，即係唔會有雪山飛狐城嘅故事啦。所以咪就係咯，咁邊有仲有得講啫？所以咪全程都係一啲嘅誤會。所以咧，雪山飛狐咧，而都係唯一一部書咧，係一個 open ending 嚟噶。最後咧，最後係停留咗喺邊一幕咧？胡飛同苗人鳳生死決戰，其實真係好無聊，決咩鬼戰啫？即係佢無非就係苗人鳳唯一當其時佢都唔知佢係胡家嘅後人，佢只係覺得你侮辱咗個女嘛，係啊。咁咧生死決戰嘅時候咧，佢用嗰啲招數咧，而都令到胡飛已經好確認呢個人就係邊個邊個，同埋咧佢去到每一招，佢所有嘅苗家刀法入邊咧，只有一個破綻嘅啫。是那個破綻才可以殺了他的，跟住咧就去到那個位啦。去到那個位嘅時候，他就開始內心交戰啦，就覺得咧，如果同埋嗰一刻咧，苗人鳳都落緊一個殺招嘅，就係呢一刻咧，我如果唔出手，佢呢一刀落嚟，
因為他哋喺雪山嗰度打仗嘅，下邊即係嗰啲懸崖啊、雪山啊等等，我即係就胡飛，如果我唔殺佢，佢呢一刻就會殺我。但係我如果殺咗佢，我顧之然可以存活。但是苗若蘭應該一定不會再跟我了，我殺父仇人嘛，我無啦啦又延續了這個世仇、啊嗯、但是如果他殺了我呢，那我就死了了、啊、我好掙扎啊，好掙扎啊，即這一刀他手上那把刀究竟要不要斬下去，因為他知道我破綻位在哪裡嘛、嗯、究竟斬不斬下去呢，那部書就在這裡完了、啊咁毒啊！係啊，好毒啊！係啊，咁金庸後來即係臨走之前有冇完咗呢個結果啊？冇，咁都得，即係任你諗咯喎。係啊，任你諗咯、啊。而嗰刻咧，其實因為你打到咁上下咧，你一定要用到自己最耍家嗰啲武功出嚟啊嘛。苗人房都覺得幾肯定呢個人一定係胡家嘅後人。只不過不知道具體是什麼關係而已，所以他那刀下去都有些猶豫，就是你可能真的有淵源，假如我殺錯了你，我沒殺錯人，但是我如果不殺你，你沒有了個女兒，是不是很無聊，但是由始至終他們兩個是很相敬如賓的，是完全手指都不行的那一刻、嗯、只不過就是類似是、啊、你冷啊，或者你受傷啊，我給你件衣服你穿、啊、你做什麼穿著男人的衣服呢，就是很多個誤會咯，整本書裡面就是還有你在跟住呢，你睇嗰啲劇情嘅時候好緊張啫。佢去到某一刻呢，佢突然之間，咦，有個刀法係咁樣，跟住就又忍唔住去問你同阿胡大俠係點稱呼，跟住呢，但係佢下一句呢就會寫嗰、那個，因為招嗰、那個冇嗰、那個招式太凌厲啦，所以呢係唔得閒開口講嘢，即係會有啲咁嘅位啦，就係、是啊、唉，所以呢呢一 pair 呢就係、是、所以不知道結果是怎樣，即本身這兩個就覺得、啊、我們等爹爹回來之後就告訴他我們兩情相悅、我們就一起照顧爹爹他終老啦等等等等的，商量得很好的，跟著苗若蘭就在那個山洞那裡很開心地等著他們兩個回來，這樣是的，結果就我哋跟住係唔可以賣個廣告，大家唔想有呢啲誤會發生，正學溝通就要學呢個溝通溝通同埋學呢個總之法則。其實我諗係世間好多嘅好多呢啲愛恨情仇，然後跟住係好多個誤會都係咁樣嚟嘅。嗯，係啊，戰爭啊咁嗰啲都係好多個誤會加埋，然後就變成咗一個戰爭咯。嗯，然後大家都咬住唔放，仲要世世代代咁打。嗯，中東就好多啦。嗯，冇錯。所以佢這個呢，金庸就話呢，有好多個讀者呢寫信俾佢、嗯、就寫自己認為最合理嘅結尾，同埋呢佢唔知道收過幾多個版本囉，跟住佢自己都度過七八個版本㗎、嗯、但係每一個呢都覺得爭啲，跟住最後呢都係決定呢等大家自己去諗下，因為佢寫邊個死、嗯都不掂，大家都會不高興。唔係你寫邊個死都是 expected， 即係你期望到，你要有一個答案咧，係就係喺呢一件事嘅智慧以外，你先驚訝，令人驚奇啊嘛。係啊係啊，但係可能佢諗唔到嗰個答案。喺後屘改編電視劇嘅時候咧，那個編劇咧就夾 硬做咗個大團圓結局咯。就是最後就是你認出我是誰，我又認出你是誰，跟住我哋又可以坐喺度慢慢解釋曬成件事，跟住就哦唔打咯，咁就揾埋苗若蘭一起哦行走天涯。但其實個問題是佢一直以嚟個 setting 都係啲人唔講唔清唔楚噶嘛、啊，所以佢呢一個結局係唔可以成立嘅、啊，因為如果佢一早係咁嘅話，啊、就唔會發展到呢度啦。冇、啊、錯，同埋呢班人唔係咁嘅人嚟噶嘛，啊、都係唔講道理，世世代代都唔係啦，所以你冇理由無端端有一日突然間有個人話，不如我哋講清楚啦，唔好打。這個不多可能咯，不是他們不是不講道理，只是什麼都不講的，除非你牽涉到突然間有個祖先顯靈啊，有人有個九狐咩九尾狐狸上了誰的心啊，突然間咪住不如我們不要打了，這我覺得比較就是好像什麼咯，楊過和小龍女的後人突然在《倚天屠龍記》那裡出現的時候就是因為一些這樣的局面咯，即突然之間你覺得那一刻呢死了誰都會死的，僵局嚟嘅，同埋已經冇乜更加高嘅武能高手可以出嚟化解呢件事咯。嗰、一刻咧，
就黃三女出現，即係楊過同埋小龍女嘅後人。突然之間就天外飛仙咁樣嚟咯。一個人已經靚到無倫之餘咧，帶住八個女仔，嗰八個女仔一樣樣嘅，跟住咧就攞住係攞住啲樂器啊，即係彈住啲音樂啊咁樣嚟，仙樂飄飄處處聞咁樣嚟。嚟咗之後咧，黃三女又好勁，幾下就可以就可以擺低咗件事，跟住就同你講話，我今日喺度咧就處理幾件事㗎，你咧就係冤枉㗎，你同你咧就唔應該打交㗎，係因為點點點。跟住講完之後，好啦，我講完啦，咁我走啦咁啊。咁佢咪仲正過我九尾狐嗰條橋，係咪整個黃三女出嚟？係啊係啊，跟住佢就呢個任盈盈就諗起外星人，其實都係同一個解決方案。係啊係啊係啊，就係你需要啲外在嘅力量，一啲超乎人性嘅力量、靈性力量咁樣，仙女駕到咁樣，又講出個真相。倚天咧咁樣寫就合理嘅，因為佢係射雕三部曲啊嘛。佢最後有件咁嘅事咧，其實呼應翻佢前面個主題。但係呢個冇前面嘅人啊嘛。係啦，呢個冇一個咁嘅適當嘅角色嘅出現。有嘅，其實若蘭可以嘅，佢突然間。老爹停手，你已經入咗外孫噶啦！撞死咩？你話手指未見過咯，係呀！壓佢啫嘛，即係等於阿趙敏話，趙敏都有，因為趙敏係有用過呢一招噶。你冇再搞，我已經係嫁咗佢啦。即係啦，我已經係佢個人啦，即係我已經係阿無忌嘅人啦。你唔好殺佢，係啊！咁邊有炒冷飯人啊？咁真佢哋有幾場幾部書入邊咧，都有啲婦女嘅決別咧，係因為咁嘅。阿女即係女生愛上，即係咧阿趙敏係一個啦。跟住呢個書劍恩仇錄入邊咧，有一個女仔叫做李遠子。李遠子。人哋本身嗰個字咧係好靚噶 ，OK， 子係嗰個周子若嘅子啊，香草嘅意思啊，丸係三點水一個，唔係你令我諗起日本卡通啊，我知啊，小丸子啊嘛，佢本身岸邊啲香草咁啦，李丸子咧就俾你一講咧就覺得好好笑。咁咧就佢就係因為佢中意咗嗰個人咧，係紅花會嘅十四把交椅 ，OK。咁咧紅花會嘅宗旨係反清復明啊嘛。而李遠子嘅阿爹咧係朝中第一，即朝中啲高官到高官，就是、天子腳下嗰啲好。即係我中意你，但你反我爹，咁即係搞唔掂。係啊係啊，所以佢哋都去到有一幕咧就。決別嘅，即係阿女又好唔捨得阿爹，阿爹又好唔捨得阿女，但係都知道咧呢一刻要分別，同埋今生今世咧都唔可以再見。你再見嘅時候，你打定係唔打啊？係咪？就係咁咯。真係煩。係啊，所以生女咧要係啦，要。要小心啲，唔係要靚咩？生女一定要靚，同埋咧又唔能夠靚得太過分。係啦，同埋小心佢唔好中意咗你嘅細手。啊！咁最乖女嗰個朱九真㗎啦。不要開新題目了，我們已經二十多分鐘了。超時，好啦，記住這個什麼話，朱九真是吧？那個是朱九真是倚天裡面的人物，一幫我鬥騙真是無忌。好啦，那我們第二段時間又到了，又要休息一會，稍後回來再見，拜拜。好啦，來到我們第三部分了，這樣今次講什麼？我們講埋，頭先就講話朱九真啊嘛，我哋最後再提佢啊。我哋完咗呢個《雪山飛狐》同埋《飛狐外傳》個故事先。咁咧頭先未提到咧，喺《飛狐外傳》係講緊胡飛點樣變成一個咁勁嘅武林高手啊嘛。而佢喺年青嘅，即係因為當阿苗若蘭見到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有少少中年 look 噶啦，即係佢應該大過苗若蘭十歲到啦。男人大啲又冇乜所謂嘅，係咁，所以苗若蘭唔係佢初戀咯，即係我意思。而同埋苗若蘭見到佢嘅時候咧，係成面都係蘇，即係嗰種好豪放嗰啲嘅樣嘅。但係佢當年咧都曾經係一個英俊少年嚟嘅，即係皮光肉滑嗰啲英俊小鮮肉。小鮮肉係曾經都係小鮮肉啦。佢小鮮肉嘅年代就喺《飛狐外傳》入邊啦。咁當其時佢遇過兩個女仔啦，一個原子衣啦，一個程靈素啦。係這個原子衣咧就佢自己有身上有啲血海深仇嘅，咁所以佢出嚟咧，佢落山咧純粹係為咗報仇嘅啫。咁你報仇，你咪好好報仇咯。咁但係咧，佢同阿胡飛兩個咧就不打不相識啦。相識完之後咧，就又成日你跟蹤下我，我跟蹤下你啊，跟住你打緊邊個嘅時候，我又插一腳啊！我打緊邊個時候，你又插一腳啊！即係搞下搞下之後咧，就搞到咧，胡飛就開始中意佢，因為咧
即係呢個人不可捉摸啦，有幾個特性嘅。第一靚啦嚇，第二咧就不可捉摸啦。即係你唔知道，其實佢中意我嘅喎，但係。但係好似，但係佢做呢件事好似唔係若即若離。係啊，我覺得就係因為呢樣嘢，情令數咧，除咗涉章喺呢個唔夠靚之外咧，就係佢係一心一意，即係胡飛好清楚，佢係佢心中冇其他人噶。我係一心一意，食硬食硬，你點對佢，佢都係一心一意噶啦，對你咁樣。其實你睇過呢本小説之後，發覺係好唔公平。係啊。不嬲都唔公平啦、啊！單方面奉獻，但最後尾仲要話要死喎。係啊，因為佢最後。但係你唔止一個嘅噃，其實你講金庸好多個女主角都係咁嘅。高仙樂都係咁，但係佢都好淒涼啊！為佢擋毒藥啊！呢個邊個啊？程令素啊！程令素誒呢個嗱，首先呢個名咧改得好好嘅，因為佢個身份咧，佢係一個藥即係藥師，我想講，即係一個神誒。這個叫做超級高超的醫生、啊即雖然看下去就很年輕的、不夠20歲，但已經是成個武林當中最厲害的醫術高明，他的樣子年輕而已，他不止的、他是都小的、他是很小的、還有呢、所以呢他為什麼會用了起了這個名字呢、靈素就是中國最古老的兩部醫書的書名來的、靈書和俗文、咁所以金庸就攞好多人好中意，即喺佢咁多個書中嘅人物當中咧，都好中意呢個名嘅，即係好靚嘅，好襯佢嘅氣質嘅。素係食素嗰個素啊，素文啊，靈素，靈書同埋素文，書就係書樓，書樓嘅書係啦，兩本醫書嘅第一個字咯。咁又好襯佢個職業咯。佢同佢一開始協助，佢真係幫咗胡飛好多。即係去無論係尋找啲咩毒手藥王啊，即係揾嗰啲去拜會某一啲人啊，總之係認路啊，報仇啊，即係幫佢去做好多好多呢啲東西嘅。同埋咧，程令素嘅聰明咧係聰明絕頂到，即係講緊專業程度、專業能力嘅聰明咧係聰明絕頂到一個位咧係佢連。自己死過嚇，佢都知道死之後會發生咩事，有機會咩人嚟對胡飛做咩事，所以咧佢又擺定啲咩機關，令到嗰啲人咧最終傷害唔到胡飛嘅。佢死之後都可以殺咗幾個人嘅，勁啊！即係其實佢愛佢愛得好緊要喎。係啊係啊，同埋咧佢好驚咧阿胡飛咧呢個因為知道自己為佢而死。太過傷心，自行了斷，所以咧佢特登安排咗啲任務俾佢，即係等佢我死咗啦，不過你有啲嘢做，所以你唔死得咁樣。係啦係啦，而阿胡飛當其時係真係，即係我佢唔係因為我好愛你，你死咗所以我想死，唔係啊，佢係覺得即係世間竟然有一個人咁樣對我，跟住依家為我而死，即係佢好內疚，好內疚，好內疚，即係簡直即係唔知點樣去疏解呢樣嘢，即係好想一死算啊咁樣。所以程令素係估到佢會咁去感受嘅，佢嗰刻都係諗，不過你仲有依家交代我要做，咁我未死得住，我要做埋啲嘢先。做埋啲嘢先。咁咧，程令素咧就係諗住你做埋啲嘢咧，你都需要啲時間啊嘛，時間可以沖淡你嗰刻嘅感覺啊嘛。咁可能慢慢就會好啲咯咁樣。即加埋佢嗰個時候，即係萬年俱灰嘅，因為嗰時咧，佢亦都知道咧，袁子衣咧，即係佢本身中意個女仔咧，原來係個師姑嚟嘅。即係咧，佢係為咗落山去報仇，殺武仇人，所以佢先係即係擺低咗師姑嗰個打扮，就係啦係啦，佢啲頭髮係假髮嚟噶，假髮嚟噶，佢啲頭髮。咁佢已經搞掂咗單嘢之後咧，佢就要翻上山咯。同埋佢係立過重誓嘅，即係佢唔可以背叛師門，佢唔可以還俗噶。所以咧，我知道你好中意我，其實我都好中意你，但係咧冇辦法咯。即係我就係、是，總之我就係要翻去咯。所以咧，胡飛你想想，你諗下，你好中意嗰個嚇，原來係師姑，依家又擺低你走，跟住咧好世間最愛你嗰、那個，就依家為你而死。跟住你其實本身已經係冇父母冇乜嘢任何牽掛，你活喺度做乜嘢？係啦咁咯，即係所以咧，程令素估到佢係咁噶啦，所以特登揾啲嘢去做。同埋咧，佢有同佢講話，
啊，因為佢中間咧有一個劇情咧，就係程凌素要胡飛咧打，即係變裝啊嘛，變裝變成地啲人嘅時候咧，佢諗咗個方法就係變成一個成年都係蘇根嘅好豪邁嗰啲樣嘅，所以咧我嗰時係一支一支程凌素呢一招都好勁嘅，一支一支咁樣種落去嘅，種到咧好似真嘅一樣咯，跟住咧佢當時就有啲説話係講話啊胡飛就講笑話，等我年紀大咗咧，我都真係留一部咁嘅須先咁樣。所以咧呢一句咧對翻雪山飛狐咧，就佢真係留咗咁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飛狐外傳》咧係後寫嘅，先寫雪山飛狐嘛，所以咧當佢遇到苗若蘭嘅時候咧，佢嘅心入邊係完全冇諗過啊，其實我當年中意過原子，佢完全冇呢啲心理活動嘅。因為那部書寫先嘛，跟住寫，但係寫呢個嘅時候咧，佢就會對翻上一部書嗰啲咯。佢呢度就寫話啊，十年之後，胡飛真係留咗一部咁嘅胡鬚，但係呢啲程凌素已經唔會知道噶啦。其實佢留咗胡鬚嘅時候，就係記住佢哋當年一齊闖蕩江湖，你為我，我為你嘅時候嘅嗰啲咁嘅嘢咯，係啦。所以咧，佢其中有一 part 佢點樣可以殺人咧？就係、是、程凌素喺佢死後點樣可以殺人咧？就係、是、佢種咗一啲花咧，叫做七心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心海棠。七心海棠。海棠花一種好特別嘅花，嗰種花咧，如果燃燒即係提煉咗啲嘢之後咧，燃燒之後咧係有毒嘅，但係嗰個毒咧你聞唔出㗎，冇感覺㗎。你聞一陣之後咧就開先發。先會發作㗎，發作之後冇得醫嘅嗰、那個。咁佢自己有方法醫咯，但係世間其他人完全都唔知咯。咁咧，佢用呢個花提煉嘅嘢咧，就做蠟燭啊。所以咧，佢離開屋企同阿胡飛出去闖蕩嘅時候咧，佢係特登帶咗幾條呢啲咁嘅蠟燭，跟住去到最後死嗰刻嘅時候咧，佢本身咧就諗住咧係要點。即係呢個燭台上邊咧就擺呢支蠟燭嘅，咁但係咧佢後屘咧就諗嚟嗰個人咧，嗰、那個仇家咧係佢自己啲同門嘅師兄師姐嚟嘅，所以嗰啲人咧知道佢最殺手鐧咧就係呢個蠟燭嘅，所以咧佢哋一定唔會咧就咁點蠟燭嘅，所以咧佢係點咧？佢係將嗰支真嘅七星海棠嘅蠟燭咧搣開咗一半，即係好似一個燒咗一半，跟住俾人搣走咗嘅咁嘅樣。跟住個燭台上面其實插住一支正常嘅蠟燭，所以果然咧後屘咧啲人入嚟嘅時候咧好黑啊嘛，咁點蠟燭嘅時候咧一開始係點嗰支正常嘅，跟住咧就見到隔離有一支斷咗嘅蠟燭，跟住嗰個人咧就認為你肯定係掹咗支原本嘅蠟燭，擺咗你嗰支七星海棠上去，你諗住勾引我上，即係令到我上，即係毒死自己，毒死自己。我偏偏唔中，咁、所以咧佢就掹走咗嗰支正常嘅蠟燭，擺咗嗰支七心海棠嘅蠟燭，跟住點咗之後佢咪中毒咯，中毒之後咪玩完咯。佢嘅心計好犀利。係啊，咁噶。計到咧，係啊，所以佢嘅聰明係好絕頂嘅，但係就有啲人話佢專業能力好高，但係就感情嘅能力就好低，即係大家會中意咗呢個咁嘅人。最重要是你俾佢知道你全心一心一意咯。系咯，系啊，完全嗱你就系咯咁咯。嗱，讲到你有个特色嘅，有冇留意咧？譬如话主角嗰啲靓仔咧，譬如杨过啊呢啲，绝对受欢迎嘅。但往往咧，所有女仔都为佢牺牲嘅，就算几咁聪明都系咁嘅样嘅。哦，系啊。所以第二個唔公平，一見楊過誤終身。所有金庸嘅靚仔啊，都係有呢個奇遇嘅。嗰、那個女仔中意親都冇乜好結果。所以咧，係啦，即係呢個大家相處嘅時候咧，係啦，做人留一線啊嚇，日後好相見。唔好太過，即係就算你好中意，好中意都好啦，都應該留一手咯。邊會咁理智？你說得如果愛情是理智的，那個就不是愛情啦，那個是計數啦。我反而覺得他很真實喎、很真實、其實呢班人佢即係無論佢幾叻幾聰明啦，武術幾精通啦，讀即係放毒有幾叻啦都好，但其實佢離唔開嗰樣嘢就係、是，所以我哋個節目個名係冇改錯嘅。
問世間情為何物，個個情困，直教生死相許，其實就是這樣。到你真的遇到你的真命天子的時候，根本就不理智，是啊，就為他死又肯，還要死都算了，還要擔心我死之後死了誰來保護他呢，還要想那麼多竅，這些獨獨竅來去保護，是啊，就是這樣。所以沒辦法，情靈數這個過程之中，我記得他當中 有一段就說袁子衣送了一個玉蝴蝶，是不是蝴蝶吧，給這個胡飛的。跟住咧，咩叫玉蝴蝶啊？玉 ，sorry， 玉蝴蝶，哦，玉蝴蝶，玉蝴蝶，俾阿胡飞，有咩意思啊？即系纯粹系，即系送俾佢之后咧，就阿胡飞就成日咧摸住嗰个蝴蝶咧，就思念呢个心上人啦。咁袁子衣咧后屘就送多一只俾阿程灵素。嗯。所以他本身呢就是他心裡面呢就是想著呢，我是跟他沒可能的了，不過你們都不知道的，你不要嚇我醋啦，是啦，不如我送一支給你啊，就是你們是這樣就一對蝴蝶啊，這樣咯。嗯。跟著呢這個程靈素就我不要給回你，那呢跟著這個還有說什麼我不可以類似是我不可以兩隻都給了他的，這樣。跟住咧，講咗呢句之後咧，跟住程靈素即刻喺度諗，咩叫兩隻都俾佢啊？即係我佢當中，因為唔同嘅書入面都有呢啲劇情嘅，就係、是、你真係唔知點揀嘅時候咧，嗯，可唔可以兩個都要咧？嗱，陳家洛諗過啦，胡飛都諗過啦，其實張無忌都諗過啦。其實我諗好多男人都諗過，就係你講個咩紅色白色玫瑰咧，係啊，可唔可以兩朵都要咧？咁、可能冇咁悶啊，臨老咗之後。係啊，因為大家性格好互補啊嘛，係啦、啊，各有所長啊嘛。其實我睇阿倚天嗰個結局嘅時候咧，都覺得，咦，最終其實有可能你個個都收喎、啊。大家通常咧，你睇電視劇咧就一定唔會噶、一定係呢、這個。倚天呢個趙敏，最好一定啊，趙敏係嗰個勝出者。但係你睇本書咧，其實你好難攞一個咁嘅決定嘅。佢最後一章嘅時候咧，係三個女仔齊曬嘅，即係佢表妹阿朱，本身以為佢死咗啊嘛、哦，結果冇死到喎，佢俾人救翻喎、即係佢表妹啦。這個咧係屬於唔係愛，但係好有恩情咯，即係大家係。那個親情好感啊，同埋我要照顧你一世噶啦，即係嗰種嘅關係咯、所以我覺得阿朱只要即係嗰個恩妮啦、只要未死咧，張無忌係冇可能抌低佢咯。即係呢度係有個已經係有個人生嘅責任喺度噶啦。恩情，因為佢叫咗佢做老婆嘅頭。即係其實如果你夠靚嘅話，就靠美色啦；如果唔夠靚嘅話，就要靠恩情啦。係啦，係啦，即係都有得走啦，有路走。OK OK。恩妮咧就係因為。他們很小個，即本身他們有一起過嘛、一起大嘛、他們本身也都有血緣關係的、也都很小個的時候就已經交過手了、張無忌在他即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的嘛，那個傷痕那個疤痕到這麼大個都是這麼明顯，那個疤痕一世的了、即其實呢是沒可能甩的，這個人只要他前面寫到他被周子若殺死了家裡、四個女仔，張無忌有四個女仔的嘛，家裡四個少了一個，誰知最後一集其實他沒死到、就這個一定甩不到。跟著呢周子若呢在整本書的最後那兩段呢是講緊張無忌和趙敏真是拜天地，真是成為夫妻。的晚上，周子若在個窗外面敲窗，找他們一起玩、人哋搞緊嘢喎，未搞。但你都係要洞房啊！你搞揾人玩咩嘢啫？但係佢哋係 physical 空間同處一個山度，跟住周子若而嗰個時候咧已經改邪歸正，就係話佢唔練嗰啲邪門嘅武功，佢而都唔即係想回復翻即係大家一個。非常之和好的關係，咁跟住加埋佢係阿無忌嘅原配嚟噶嘛，原先係啊，原先係爭啲拜成天地嗰個啊嘛，咁佢仲要即係特登喺你兩個，
即如果咧，如果唔會一齊嘅話，做咩要寫呢個咁嘅情節咧？即係特登係最好好似三四個人一齊咁樣。所以最後嗰個韋小寶咪立曬咯。係啊，嗱呢個終結版咯，七個一齊。係，全部嚟，多多益善，少少無拘，一齊嚟咁樣。然後愛邊個？個個都咁愛。係啊，同埋對住邊個就係最愛邊個。我覺得係佢最愛。佢哋三個亦都有講到話啊，不如咧，小超喺波斯啫嘛，我哋一齊去波斯探佢啊，不如。即係咧，其實去到最後咧，覺得好有機會咧。如果佢寫個續集咧，其實就係一齊噶啦，可能。所以咧，喺佢啲書入邊咧，好多時候都有呢啲咁嘅掙扎噶，就係、是、一齊啊，定係點啊？陳家洛咧，呢個第一部書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仲守得比較緊啲嘅，就係、是、咧，陳家洛有諗過姊妹兩姊妹都要啦，跟住去到最後咧，佢決定咧就係、是、兩姊妹都唔要，即、就、係、是、全部都做異性兄妹，即係兩個都唔要。即係我哋等於我哋細個嗰陣溝唔到就認做契哥契妹咁啦。係啦，即係因為我揀同一件事嚟嘅，揀唔到啊，唔知點揀啊，所以兩個都唔要，即係我哋一世都以兄妹相稱，我照顧你咁樣。但好似嗰度咧係霍青桐都有個取捨噶嘛。霍青桐。霍青桐是後來取捨，他寧願讓了。是啊，霍青桐是想讓的、但是陳家洛又不捨得嘛即是呢是相比較來說他是喜歡香公主多一點，但是你真的要放走他，他有很多某一個神情啊，某一個表的動作啊，他要個心要會跳一跳這樣的嘛。如果我覺得個問題是 很偏心的，如果我是去其中一個我知道是這樣，我都就算我覺得想要我都不要了。喂，大佬啊，你喺度揀緊我啊，而家得有我哋有資格揀先啦。周伯通咧係由始至終得一個嘅啫，所以冇呢個煩惱嘅。你由始至終係同人哋爭人嘅啫，係啦，係英姑揀緊你定係揀緊呢個段王爺嘅啫，所以你冇呢個煩惱嘅。放心。我覺得其實周伯通根本個原意都唔係咁嘅，係後屘有咗個揾人一齊玩啫嘛。但其實你諗下，真係問世間情為何物？你記得有啲地方就係、是。其實你明知道你是被揀了一個，其實很多是甘心命底的，是嗎？是啊，就算你明知道你譬如誰郭靖也是啦，是不是？其實如果那個年代是可以收二奶的話，其實他絕對願意咯。是啊，郭靖很多個角色都是啦，是不是？就算張無忌這四個女人，我們排一次序來一二三四行不行？都可以的，抽籤咯。所以你剛才你說不公平這件事，你理性地想是不公平的，實質上如果當事人接受的話，我覺得你當事人是接不接受都是會這樣。如果你真的愛的話，我真的認識的男人呢超好條件、做金融的，然後公司有750人，說非常有錢，然後他的情人是誰呢？是一個有夫之婦，不是有夫之婦，然後還要是打他的，即是 你想象不到，是你這麼好條件、日理萬機，這裡飛這裡飛這裡，但他就是愛上了那個女人。而且好痛苦，痛苦到不得了。大飛同卡米拉去時限，中意都中意卡米拉咁。如果講條件啊，大飛我哋去邊個國家而家？西國。所以你講到情，邊有得解嘅啫？冇得解。你唯有希望就是你唔好咁啦。即係你遇到嗰個係你中意佢，佢中意你咯。咁你快啲，你種定多啲種子啦。所以咧，我哋喺上一 part 咧，最後啊，周伯通提到朱九真咧。那個人其實對於張無忌來說就是人生的第一課咯、還有第五個女人啊都是的其實、朱九真是很漂亮女的又是很漂亮女個個都漂亮女你知不知道其實張無忌媽媽很聰明的殷素素、死之前其實她已經是準備那支刀呢插到她自己身上了、咁呢個時候抱住阿仔，同阿仔講嘢，嗰刻嘅嘢肯定係好重要啦，係咪？即係一生人當中，所有人生嘅智慧變成一句説話，你覺得阿殷素素會同阿張無忌講嗎？唔好貪靚女啊，仔，冇順利，如果佢好死嘅，如果佢重新講一次，應該會咁講。即係大家估啊，隨便估啊，估啊，佢就係講緊話，阿仔你要小心嗰啲好靚嘅女人，女人越靚咧係越衰嘅，會害你嘅，係咪啊？一生的智慧阿姨，唔係我媽以前都咁講嘅。有時候你見到電視咧，啲女好靚好靚，條腰細到咩咩咁樣。我媽都咁講，係呢啲女人污糟到痹嘅咁樣。
即係佢啲越係靚嗰啲兩越係惹火嗰啲女人就越污糟，因為你根本冇辦法可以抵擋到嗰啲嚇財富啊，啲有錢佬嚟包養你啊，搞你咁樣咯。所以乜人都會想，唔一定去姣，而係為咗保命。所以呢小說入面嗰啲女主角呢，如果靚到咁嗰啲呢，通常有啲仙氣㗎喇、嗯啊、小龍女啊，黃雨嫣啊，就可以保住自己條命。呢啲係人哋見到佢都已經不可侵犯不可侵犯係啊，咁只可以跪拜咁樣只可以觀跪拜。所以咪好，即係佢哋可以好保存囉。我覺得係俗世中嘅人而做到呢樣嘢嗰個黃蓉算係一個。黃蓉其實是超靚的，只不過、即大家覺得、關注到很多她的特點咧，唔記得咗她原來超靚呢件事咯、其實她是由年輕靚到老老噶，係至到咧你諗下楊過去完古墓派學嘢出翻嚟，行走江湖咗一段時間啦，學咗一身絕藝嘅時候，喺襄陽再見到啊！再見到黃蓉嘅時候，嗰時黃蓉應該都三十幾四十歲啦。嘅時候咧，楊過一見到佢嗰個反應，佢原嚟過百母如此美麗，即係佢以前係因為佢哋分開嘅時候，楊過係即係十零歲，其實佢冇概念，佢欣賞唔到呢啲嘢嘛。加埋佢後尾同小龍女開始，即係佢知道咗乜嘢叫做感情之後，開始欣賞到女性之美之後，佢見到黃蓉係有呢個感覺，所以黃蓉嗰個魅力咧係沒法擋，係唔會因為佢年紀大咗而點噶，佢係由年細過靚到老噶，靚即係靚足三本書噶，佢係係啦。即係佢算是一個很異類的人咯，即係靚到咁咧。所以當年歐陽克後宮三千佳麗，見到佢隻眼就已經喐唔到噶啦，就已經。所以佢係即係靚到好交關嘅。後屘郭靖咧帶楊過咧去重陽宮學藝嘅時候咧，全真教去學藝。跟住重陽全真教嗰啲徒弟咧，對佢有啲誤會咧，以為佢都係其中一個嚟揾小龍女嘅，即係小龍女嗰個靚咧，靚到咧，大家即係知道咧，都好想嚟望一望啊，即係想睇一睇，真係好靚啊咁樣。跟住咧嗰啲全真教嘅人就以為你都係其中一個好色之徒，即係想嚟望下小龍女幾靚。不過正心入面都係諗，世上邊有人靚得過阿容兒啊？即係佢講嘅係真㗎，係真係好靚㗎。講翻阿朱九真就係咧，所以佢嗰啲好靚到極嗰啲咧，就一係就冇乜好下場啦。朱九真呢個就係啦，好靚啦，同埋佢見到張無忌嘅時候咧，佢其實大過張無忌少少，大過佢幾年嘅。所以你喺張無忌嘅眼中咧，呢個係即係仙女一般嘅存在。仙女姐姐，仙女姐姐又好因為佢家中又好富貴嘛，即係佢成身嘅打扮咧好高貴，跟住超靚，跟住俾啲曙光照一照，即係又哇咩，跟住把聲咧又好聽，張無忌係可以咧，即係那個朱九真好衰嘅嗰個人，佢養咗好多隻惡犬嘅，佢其中一個愛好咧就係揾一啲即係叫啲惡犬咧去攻擊人，跟住咧見到那個人好慘，即係撈嚟撈去嗰個樣咧，佢就好開心，即係係一個好衰嘅人嚟噶。張無忌第一次同佢打到交道咧，都係因為無啦啦遇到嗰班狗，跟住咧就俾嗰啲惡犬咧就咬佢，跟住咧就朱九真好開心咁樣。不過後屘咧救翻佢，佢冇死到嘅時候咧，佢知道做某一啲嘅嘢係。佢係甘願咧喺佢屋企咧做一個最低級嘅奴才，係為咗咧有機會咧可以見到佢個面啊，聽到佢把聲啊，咁就咁噶啦。即係佢係佢當時嗰啲描寫咧，完全係情竇初開，係第一次有呢啲咁嘅認知嘅時候咧，完全係不能自拔啊！佢望住阿朱九真，呢個係人生當中第一次去學識對一個女仔動心嗰種感覺咯。所以無論佢幾惡毒，佢明知佢惡毒，明知佢衰人，明知佢幾次三番要害自己，都落唔到殺手啦，都會傷得好嚴重嘅時候，都會覺得聽到佢個聲音就覺得哎呀好舒服啊嗰種咯。所以我哋嘅節目名係講得啱嘅，情為何物啊？情為何物？係啦，所以咧，即係總之靚都可以好好人嘅，係啦。
即係都係睇人嘅。呢個祈禱呢、這個，你遇到嗰個係好人咯、啊，因為無論佢好唔好人，你都會中意咗佢嘅。係啊，你中意上就冇計噶啦。其實我哋嘅節目咧有個粗俗版，可以啱諗起。係咩？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大家搞到咁撇氣，咁撲街咁樣。好啦，眨下眼咧，第八集咧，我哋 EP 八咧又夠曬鐘啦。我頭先望一望鐘，我先咦26。26分點感覺好似16分咁嘅咧，原來真係講咗半個鐘頭。你話你講嘢幾有魅力啊！勁啊！多謝多謝。係啊，好啦，咁我哋又暫時講拜拜啦，跟住第九集啦，咁樣。拜拜。拜拜。